10月20日至26日，喀什地区无新增确诊病例，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6例，均在舒服县。全部为之前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。10月20日24日至27日17时，喀什地区新增确诊病例5例。 均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，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，均为26日阳性统管复检出来的。截至10月27日17时，喀什地区现有确诊病例5例，无症状感染者178例。